张怡曼厉害了，敢把富婆心度拉下马，群英公开赛果然藏龙卧虎啊，黑马一匹又一匹啊。第一局张怡曼几个大斜线劈得相当精彩，心度11:10率先进入间歇暂停回来，心度开始发力，慢慢一度落后3分，但张怡曼没有气馁，依靠犀利的进攻连续压头顶19:16反超比分，短暂的暂停回来，心度拍线断了，张怡曼20:16拿到局点，21:17拿下第一局。可怜的孩子，张怡曼一直打内战，导致他总是一轮两轮游。第二局一个漂亮的大斜线，张怡曼延续第一局的手感，但开局两个挑战都失败了，没挑战机会了，6:5反超，心度今天也有点被压制了，开局光底线就出了4个了，张怡曼9:5领先。这个极限救球太厉害了，一个滚翻接起来，而且球落到对方场地，10:5精彩，11:7进入第二局暂歇，张怡曼继续引领比赛，19:10领先，20:10率先拿到场点，21:11锁定胜局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